在杭州菜领域里面呢，想到的就是它的精神，两清一清，清油清酱，再加一个清淡。那杭州菜里面呢，所能表现是它题材的鲜，它的美，像龙井虾能够保持原食材的风味，再加上茶的香气。那西湖醋鱼呢，因经过水煮，它呢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无油，然后完全呈现原来食材的风貌。东坡肉呢，完全用水煮，不经过爆香油炸，而产生了原食材的风貌跟风味。我记得钟哥有教我做他的神仙鱼丸，就是要把那个草鱼打成浆，打成浆以后呢，然后要用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用左手苦口准备的控制大小，然后右手轻轻去捞，捞了以后轻轻放到水里面，然后让它浮起来，浮起来才能够成功，然后塑形要漂亮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刚开始看他这做错非常简单，而且很熟练，但是我自己做就捏得很奇怪，就是那种奇形怪状的一大堆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就是这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状态。这次到 4Play 里面呢， Alan 的那个酒吧里面呢，我看到 Alan 他琳琅满目的酒，那又看他的专业蒸馏器，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化学物理的实验室一样。那又看到 Alan 他的调酒，让我领略到呢，我的杭州菜领域里面，我也用到了花雕，用到了白葡萄酒，用到了甚至所谓的 Vodka， 也用到了那个白兰地，但是没想到Alan 竟然把中式的香料也用在了调酒里面。当然我们私底下有聊过很多，就是有关食材的想法或是见解，我发现他刺激了我许多对新的食材也好，或者是调酒的方向也好，有很多很多的灵感出现，爆炸多，就是这几次见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受用的经验。这样我觉得我们都是彼此间在玩味食材，因为玩味食材会让我们高兴，会让我们有成就感，会让我展现不同的领域。所以这次到 Alan 那边，真的让我在视野上跟我的想法上更宽更广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已经不只是一个活动了，而是我真正交到了一个朋友。其实因为有太多的想法跟灵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一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抓到一个方向，说我该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搭配。这样，我是不知道钟哥怎么想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呢。我不知道呢。你不知道，我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呢。
这次我觉得在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还蛮成功。而且呢，你的酒来搭我的餐，我觉得非常的两个非常的 match。因为呢，看现场里面那种感觉气氛呢，看出去哇，那种好像很享受在那种当下那种餐跟酒的搭配，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感觉好棒。对，连现场人员都跟我讲说，这感觉好棒，真的一直想说，只有这一次吗？我觉得这种活动。当然不是只有这七十个就是宾客受惠嘛，我们觉得以后我们还是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，甚至有新的计划。对，我觉得没有来的人呢，不要觉得可惜，因为呢，我们跟 Adam 之间可能还有某些新的计划在，所以呢，你们大家尽情的期待。期待啊！Coming soon 吗？对 ，Coming soon 哦。我们也。我们两个呢也非常期待再次合作。对，真的，钟哥，谢谢，这一次真的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